在山里面。近づいてってます？ちゃんとナビ。我们这个哪里是去吃饭啊？这是这些探险啊！我靠！この辺はあの新しい車のライトの性能が良くてよかった。まあ。これ左です。車灯は一切ない。サムダム。車灯は灯の整理だ。もうそこ。落ちまか。サムダム。現在是。5:42，我在长野，我准备吃个饭。哦，山里面的一个店，就这个店。嗯，这家店吃这个sauce卡子冻，鞠根进去看一下，营业中。现在因为是新冠，四个人，只能四个人。营业中，看一下。消毒，看一下里面的店的情况。我们坐在这里，这是店的情况。啊，点这个。sauce卡子炸猪排啊，这个 mix 1630日元，店员很快啊，都是美女。吃饭，这就是，这个人就不拍了。下雨是吗？我靠，这么大！客人说各自打菜了，这个虾条，这个是肉，还有一碗汤，1600多日元，还有一个酱菜一样的东西。这下面是饭，看一下，这里面是虾。这个是炸猪排，这个炸猪排，这个虾，这个应该是卷心菜。卷心菜，两点饭，然后味噌汤。